五个字，后面普门品后面五，普门品你们常念普门品的第一个记怎么念呢、啊？世尊妙相机，我见中文笔，佛祖何因缘，妙为观世音仪。对不对？佛祖啊，何因缘啊？好了好了，我以前会学唱诵啊，学唱诵，我会念得很长的，念得很长的。我还是叫问你第一句怎么唱，第一句怎么讲？世尊妙相机。我见中文笔，佛祖何因缘啊？名为观世音，啊，就是这样子唱的、啊。啊，那个是我以前。啊，在常常唱的，常常唱的，而且我是在哪里学的呢？就是慈音寺，台中慈音寺陈老师那里学，啊，陈老师那里学的，啊，这个可以唱长的，也可以唱短的，是啊，长的也可以唱，短的也可以唱，中等的也可以唱。你要唱歌仔戏的，我也可以唱，啊，华语的，你看。